还没完成，你想上面看看吗？好啊，现在上面至少承受四五个大人没有问题。哦，好，我以为你说四五十公斤，我可能会超过。不要在那边跳晃都 OK， 从这边。这边是玄关的概念。对对对。好。 哦，原来是这个感觉，好哦。有没有铁达尼号？有想要这个铁达尼号的感觉吗？铁达尼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太久远了。你要走这个阶梯看看吗？这个走过去很像仙女哦。好哦。屁啦，这个真的可以走吗？在旁边有那个。真的吗？哎，二代示范一下。可以这样子。好，轻一点哈。这个小票可以。 我们会做绳子给人家拉啦。哦，好好好，有绳索好像有好一点。你要拍完美照吗？好啊，我不会再上来第二次了，所以可以先帮我拍一拍。所以我每次看到树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点羡慕，因为我的小时候没有这个 part， 所以如果在这些树屋承重力范围可以容纳我的体重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想上去体验看看。